中国握手采取方。观音与银婆，她是女居士，还是一名闻名立乡的娼妇？她是身有余神，还是悲悯众生的天梦？能乎观音菩萨有以娘娘相称，娘娘可不是只有磨练祈祷，躲在深宫，交欢是她的职守，应当有显神身。在一个有斩法基于洪流包围的死亡之州里，只有拼命交火繁殖，才能让生长的庄稼慢走九十的人口。点一炉香火，不要让它被晨风吹走，来吧，走向豪谷罗迪，饮一壶米酒。他在庙中情欲迸发，赤裸狂交，阿夫罗之的士发怒，以为抄我吧，何为我抄？让男人进来，无论有钱无钱，公子哥还是流浪汉，哪怕是一头公牛，只要能够播种生产，早已雌雄莫辨，观与音混淆，眼睛和耳朵只在操守癫狂。什么时候交欢限定在夫妻二人的一角，乡村里的蛇蜥一起庆典狂欢。银是最好的媒婆，只有终身于海才能离苦得乐，手持百年便带慈祥宁静的微笑。阻碍是最好的救济超度。